假如你生病，就会食欲不振，会营养影响这个饲料的利用率。然后呢，有些病人看不出病症，是潜伏的，但是呢，也是让这个营养的东西哈，你只是吃饲料却长不大，然后生长速率减缓，是吧？然后有些动物体内有细菌，你喂了那么多，结果它吃了，结果就变成什么回收的不够啊，就是肉的一个转化率啊，好。他说这问题就是避免这些，去加速他们生长。大家不管怎样，我们就加吧。第一个加的叫做，我们从小就听的话哈，你们可能到时这时候有没有听过？欧罗肥有没有听过？有，表示你很厉害。对，欧罗。我们以前骂人家说，哎，这个人好胖啊，讲他欧罗肥，其实不是个名词，欧罗肥是真的一种东西。美国人做出来的抗生素，你们加维他命，把胃放在饲料里面，叫做欧罗肥，一盒一盒，也有罐子、铁罐，也有袋子，各种包装，卖出来叫欧罗肥。你们可能现在听到欧罗肥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可能有人听过这个名字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你如果上网去查欧罗肥，是这家店的名字，那家店上面还放了好多个什么。好多的不同的什么牛啊羊啊什么的，吃了欧罗肥都会很胖，就到这家店去吃，啊，那个店有一家那个店的名字。好，欧罗肥其实是美国人做出来的啊，他们的确用，哦，果然很棒。现在他们用瘦肉精，他们用好多种东西，都美国人拿来卖给我们，是吧？啊，这些东西呢，以前我们都认为很好，啊。能够促进家畜的生长啊，然后呢增加饲料利用率，减少疾病损失，抑制环境引起的传染病很多种啊，你是最适合什么很多啊，这就是我的带动。好，其实呢胃有什么影响，这些抗生素放在那个饲料长期用的时候，本来抗生素的目的是杀细菌，对不对？抑制细菌，结果这细菌呢有抗药性，抗药性知道吗？听过吗？啊，知道哈。好，它们产生抗药性就不容易再杀死。你要下次要加更强的抗生素，更浓的、更多的种类这些药物，啊，这样效果当然就减少。另外就是现在消费者意识抬头，对不对？里面有这些药物。他就不愿意去买，然后呢，这个东西就会，所以现在大家就很难得再去强调啊，我这里面有抗生素，大部分都不敢强调，甚至黄氨酯是有抗生素，放在那个基本饲料，很多市场都会放，但是呢，没有人敢说，我放了，然后你除非被检查出来，只好承认，不然就算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有这个警觉性啊，一个哎，这个有问题的话，你就赶快去跟一个消费者啊、联盟啊这些去讲一声，叫他去检查，好吧？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课啊？用舆论啊去导引他正确的方向，不可以后期啊。好，消费者呢就开始啊，比如说牛肉啊、瘦肉精什么这些东西啊，因为都会有问题。所以影响很多，就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有一些特殊的黄氨酯不可以用，什么不可以用，可以减啊。好，化学防治，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化学，它是优缺点啊，优点是容易，而且很容易就杀死很多的一个昆虫啊，什么杀虫药啊，哎，不受地域、季节等限制，效果很快。缺点呢，就是比较花费高啊，而且呢，你浓度啊这些中毒啊控制啊。造成这个残留啊，会变成环境的污染啊，啊，或者是你常常用的话呢，会让其他的那种啊污染微生物抗生素移动，结果呢流出去哈、啊，这些粪便里面就有抗生素啊，这个肉体里面也有，这个当然动物的那么多余的它会排出来，这些通通都会污染到突然那个细菌的种类链啊，或等于说啊，就影响这些很多哈、啊，伤害很多啊，然后影响生态系。那些化学药品很多都是什么残留的药物跟毒害的毒，残留累积啊，我们有些东西是很可怕的，一个是生物累积。什么叫生物累积？我把它跟你都选，那个是累积住。
作用。你平常比如说你的耐受力是几个普遍啊，有些东西呢会存留在你的肝脏，有些会在卵巢，有会在你的脂肪组织啊，像脂溶性的一些药物存留在你的脂肪组织，你的身体里面就会累积那个量啊，你今天只吃一个，明天只吃一个，通通没有关系，可是吃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你就糟糕了，对啊，这就是造成这个毒害啊，引起肿瘤啊，这个还有就是下一代哈，生产的时候畸胎啊畸形啊，破坏免疫系统，破坏内分泌平衡，叫做我们下以后会讲到的啊，这个是啊很像荷尔蒙分子那些东西会影响它的性质。好了，长期用化学品也会引起抗药性啊等等。好，这些化学方法、那个防治法啊，都有它的针对的对象，各有它的优和缺点，用的时候要小心。好，以下那个生物防治，我们用人类的生物去克制这些有害，这样生生相克。如果它都是生物，都在环境里面还有，就不会有那些问题啊，造成这个污染或破坏多样性啊这种。都绝种。好，第一，这个中国很早以前就有用，一种叫做黄列啊，克服那些柑橘里面的那些害虫，就有的啊，像甲虫啊，比如说幼虫啊，然后呢，甚至让这个蚁啊，刚有讲红火蚁，对不对？那是蚂蚁啊，蚂蚁啊这些，可以去杀那个蚂蚁雄兵去经过的地方，杀掉那些昆虫的幼虫。啊，所以这些昆虫呢就不会有影响柑橘啊，所以他用一株柑橘把它弄到拉到全园整个这个果园，通通都可以把它封闭啊。好，这个用的方法好几种，第一个像捕食的，就是像螳螂啊啊这些蝗虫，有的也会吃啊，不是蝗虫，其实大部分都吃那个草蝇啊，有一些这个。蜘蛛也可以啊，很多都是吃其他昆虫的，这都叫做掠食者，掠食者或捕食者，掠就是用匕首旁的筋啊。好，那个寄生性昆虫，这个比较大，这个比较小，它寄生到那些昆虫的体内，还有那病原体，三大类都是那个害虫的天敌，对不对？好，天敌第一个捕食者，就包括螳螂啊、草蝇啊这些。对，吃其他昆虫。好，他们的食物包括了粉丝啊、蚜虫啊这些吃植物的东西，植物的寄生害的东西，造成他们的食物。好，第二类呢，比较小型的，寄生蜂，对不对？它很小，它可是呢，它的蛋，它把自己的卵产在人家其他昆虫的幼虫啊一些体内。它蛋孵化的时候，它自己的幼虫就吃那个虫，这些呢就是寄生蜂啊，在果实里，果实里会造成所有那些水果啊那些植物哈的伤害，那它就这一个寄生蜂专门对付果虫，而且是在美国都是成功，在台湾也有用啊，都成功。好，这些寄生性的昆虫都有专利性。对其他就没有害，这样就好。所以用的时候呢，你要专门克服这些虫，你就用某一种寄生蜂，小花寄生蜂、什么寄生蜂不同的，这些，你看这个幼虫对不对？它会吃叶子，那它身上呢，这么多的长出来啊，蛹啊，发芽长蛋。那第三个是病原体，你就用这个寄生的方式，用病原去感染。让这一个虫呢，让那个昆虫死掉。这个包括呢，你用的是病毒啊、细菌啊、菌部啊、线虫啊，去使这个昆虫死掉。有些线虫啊，会在蚊子的身体里面啊，它产生那个，还有些线虫可以绕住，让那个把缠住这个蚊子的幼虫解决，它可以绑起来。我们很多虫都特别的关心，你用它们这些方式来克服这个昆虫。它的幼虫没有，它就不会长出来。
那这些呢，达到这个防治病虫害的目的。哎，这是玉兰山青虫，我们知道哈，哎，有甜菜有叶蛾，对不对？这个幼虫啊，用其他方式，这个是用病毒的方式啊。病毒呢，可以在这个昆虫的体内，就是叶蛾的体内，造成它细胞结晶体或体，它细胞死了，这个幼虫就不能吃东西，就也死了。好，很多种方式啊，像苏必菌。它是一种细菌，它也可以有结晶，它的结晶是叫做毒的结晶，它有蛋白毒蛋白结晶，毒蛋白结晶在幼虫的身体里面呢，结晶了以后肠道就会塞，肠道细胞破裂，破裂了那个幼虫就会死掉，因为幼虫没有营养来源，肠道是来吸收的，结果那个幼虫就死掉，用这个苏必菌杀了很多。但是呢，苏必菌的种类不一样，你可以针对不同的，比如说鳞翅目，像蛾很多种蛾，它的幼虫是用某一种苏必菌几号的，这是我们发展出来，台湾也发展出来。那这些东西啊，就这些蛾类啊、青虫啊，都有幼虫，还有双毛虫是成虫，它的房子，就将军和这些东西的房子，就双毛虫成虫，所以幼虫，就用苏必菌。苏必菌是什么时候发现？在1911年就发现，已经100多年，那是2013年，102年。但是呢，使用却是最近才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才知道用基因啊，用什么方式哈去做。这是苏必菌的样子，它的结晶是这个样子。结晶呢，会到什么？会跑到昆虫的这个大脑里面。所以苏必菌呢，其实在很早就有了。是日本还有德国的分离出来的。苏必菌在环境不利的时候，你产生高脂啊，有这个结晶毒蛋白啊。那这时候呢，如果苏必菌又那个昆虫幼虫吃了这些细菌，这些结晶蛋白就分解，然后活化，就毒素，毒蛋白就毒素，毒素就跟它的肠道细胞结晶，跟昆虫肠道分解，昆虫就死了。啊，这是苏必菌啊，卖细菌。卖出来啊，杀昆虫，给昆虫肉虫吃，这我们使用。台湾用的呢，台湾发展一个是1911啊，911这个名字很好，这是台湾用，台湾输的，这个在2011年上市的卖，所以它专用性可以杀死鳞翅目的肉虫，或者是杀死这个双翅目，双翅目就是蚊子啊、苍蝇。鳞翅目就是蛾啦、蛾啦这种，那鞘翅目就是甲虫，所以它针对某一种或某一类，很细很小，但也不会多杀，所以可以节省的药剂。好了，枯草杆菌也是，枯草杆菌呢，利用它，它会产生一种抗生素，这种抗生素可以跟病原菌的细胞膜上面的一些分子，啊，结合以后呢，就改变了细胞膜通透，让细胞膜通透性增加，这个细胞就冲进来，很多水就死掉，它的东西就流失出去，钾离子流失出去。啊，这样的话呢，那个菌丝就分解，然后抑制这个孢子包，就可以让这个很多靠孢子去转移的一些病虫害，这个病虫害就死，就是一种方式。另外就是饲养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个讨论。那施打疫苗到底是生物的还是化学的呢？好，那么你可以去想一想，等一下来。这是现在开始是有这个加特的问题，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啊。哎，这个赶快讨论一分钟，那我就抢答啊，这里。好，每底下每一组都会有一次机会哈，不是，是每一题都会选出一组来回答。这一题两组好了，两组，好，赶快讨论。老师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啊，时间。
这边是还有13一共有4对 ABC。你这方面什么最清楚？我们差两个会长。好，我们1分钟时间到，现在谁啊？后面一个，还可以再一个啊，可以解答。应该就是西汉第一梁子回答，就这样。等一下还有其他题目吗？来请。我们特别觉得有人觉得两种都是，一个是三票，是觉得是四票，是觉得是化学方法。好，为什么？用的那些疫苗啊，用的那些抗原啊，那些可能是生物，因为啊，可是那个用品、药品这些东西做成的时候是变成化学，可能在里面会放一些东西，那个疫苗里面会放什么？阻剂，知道吗？增加你的免疫的效果，那时候就有化学成分。好了，这一题过去啊，我们还有很多题要预备好了哈，先讨论完了呢，我们再讲。啊，底下呢，这几个不用讨论，看是哪一组先讲啊，我们就看谁先举手去选一个，好不好？啊，预备好啊，问题来了，我是他们是属于哪组？赶快，好，这个先。啊，物理的房子吧，啊、不错啊，是物理的。好，请问是物理的哪一种？物理里面有啊，那位。真的吗？啊。隔绝的，对，遮断法。好了，那这两组我们讲很好，所以你等一下要记一下哈。刚刚是西汉 D， 然后是 B 和 C 啊。好 ，A 组要加油了，好，预备好、哦。看到题目就赶快，一看到啊就赶快举手啊。黄老师帮我们看，啊，我要按下一题哦，预备好了，来，赛道来。好，物理的什么用的辐射，很好啊，太阳光里面有用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也有热，是物理的，热就是因为太阳光会有热啊，在它的时候啊，一方面干燥，一方面在它。好，再注意哦，下一题啦。好，帮我们看哦，看好时间。不要两个人，一个人。啊，你们哪一个？你们是同一组的。好，来。化学的，赶快来填表。好，很好。好，再来预备好，一组的。好，下一题哦，预备好。首先举手，好，举手，传过来，物理的遮断，遮断，也是一种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右手过去，太阳会跨不过去。都预备好了吗？哈，来，不用了，哈，接下来会出来。
分组讨论时间，不用，这个连到后面去，我们一起讨论，好不好？好，马上。这个呢是我们在平常去用的时候，要大卖场会有很多食品，有些食品呢特别标示说有机食品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去卖场就去，啊，尤其是有机蔬菜，对不对？啊，啊，这个是我有一个黄老师的学生是吧？然后呢，就送我们。有一天他特啊不是啊，不是学生，他特别跑到平东还是什么的，他去拿了一些哈，这个几颗就是这些，全部都带过来，特别送过来。又漂亮又好，只有这么多，然后洗了以后很漂亮。他说是有机的，通常呢，你去买的时候哈，有机的会为什么会这样？有机的会特别贵，然后呢贵了三四倍，然后又什么卖相不好，就是呢有时候有虫，有时候有什么哈、啊？为什么不要做？我们看到、啊、这两个题目，我把它用在一起。其实呢，我们刚刚有第一题、第二题、第三题都在你们的那个回答那个上面哈、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讨论这三题哈、啊，分组讨论。那这三题呢，就是我们每一题他一起回答，然后得加分，然后回去呢，你们的报告那个分组报告是什么？就是组分啊，整体的。那每一次呢，你们要用那个报告啊，交我啊，是你们同一组一起得分，知道吗？那你要记在说啊，今天有哪些人得分，记录下来，然后呢，由一个人去写，以后你们组就固定了。然后呢，你们就要轮流写，知道吗？啊，做记录者。好，这三题哈，好，最后一题是这个有机食品啊，为什么特别贵？那是不是有机啊？那个都讨论这三题啊，刚刚的第一题就在你们讨论班上面，每组有一张。啊，结束的时候来交啊，这张每组来交选一个，对，去做今天的记录。那每一次的记录呢不一样。好，这三题啊，就在上面。那第一题，你刚刚在上课前有课前先讨论啊，预备。那到现在可能你会改变，哈哈，对不对啊？可能你会增加很多不同的东西啊，所以这是上课后、课前和课后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现在这三题呢，我们用五分钟讨论完，然后报告完写完。好吧，报告每一组就一，你的每一题就一组，取一组报告。